我的私讯打开就是，请问一下哪间民宿比较漂亮？请问一下哪里好玩？有什么行程可以推荐吗？严格讲是私生恋，私生恋是，我要去领百元钞啊！对啊，请叫你喇叭，你搞起码没停，你都讲，跟你又不走，私通好不好？嗯，搞完了公家属，搞完要弄公轰。全球巨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像现在小琉球其实应该算是很多人假日啊或过年都很想去。像我姐姐跟我女儿，我女儿从小到大，我姐每一年过年都带她去，一直到去年没去而已。都来小琉球，都在小琉球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去。没有，可是小琉球现在爆红，那里好玩吗？很好玩哦。可是我好困扰啊。为什么？我只要暑假一到，我的私讯打开就是，请问一下哪间民宿比较漂亮？请问一下哪里好玩？有什么行程可以推荐吗？啊，不然就问我说，请问一下我下礼拜去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得到海龟吗？我说，啊，如果你喜欢给我搞海龟通联了，对不对？对耶。但是像今天的这几位来宾，如果要去呢？这三位来宾的这个交情，他们来小琉球找我，我一定让他们露宿街头。这港用的嘞，阿姨不是港用的，不是港用的。我来开玩笑啦，我一定会帮他们安排的好好好的。真的哈，是里面有一个，因为也可以靠哈。我其实就是比较熟悉那个海口区，海港哦，所以那个景嘉是哦，听人讲话你就知影他是混哪里。啊，我算原地，大家拢知我鹿港，你都鹿港啊。但是有的朋友可能那演艺圈的一样都认识很久，是。但是你来无特别讲的，搞不好还不知道他住哪里。你是让我最惊讶的啊！你是嘉义人呢？我是嘉义人啊，嫁嘉义区。那亲像嘉义的闽南语、台语有特别的，比如讲，咱的迄个橡皮擦，橡皮擦叫七啦，七啦，七啦，哎呀，七啦是女朋友哎，哎，你迄个七啦叫哇，可是我们叫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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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听过哎，呼啊，呼啊，我只讲七度啊。哇，你看，像我们小琉球有那个安尼瓦斯桶，有无？嗯，啊，我拢讲瓦斯，啊，我遐拢讲烘，烘啊，瓦斯烫啊，啊，我遐拢讲烘烫，烘烫，烘烫，差很多啊，差很多。还有那个，比如说安那假灰哥，有无？啊，我遐有讲假罗，假罗，对对对，吃卤灰罗，对对对对对，吃卤，对。所以每个地方真的都不太一样，除了口音不一样，讲法不一样。怡君姐，您嘉义跟我说不一样代表性的地方，或者是什么旅游景点？比较有名的一定是一个大家一定知道的民雄鬼屋。哦，那是景点吗？可以算景点，可以算，可以算景点啊！所以探险呢？没有没有，它算景点。我想，在以前就是网络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什么 FB 那些的，没有。对对对。所以那时候我差不多读国小吧，然后我们朋友有结婚，要不我们去一下民雄鬼屋那边。那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大胆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说不要？我说好，然后我们就和四五个朋友一起去，然后就到了那个他的民雄鬼屋的那个入口处。我就跟他们讲说，因为我怕等一下会有人来，所以我把风。哦，死在来了。不是，你们先讲一起啊。因为那个地方是不能进去的，我怕有人来。我在这里把风，那如果有人来，我就大喊，我们就跑掉。因为那个年代，如果被抓都会被打。哦，对，然后他们就进去了，进去一下子就出来了，很快。之后其实也不了了之，但是差不多到国中的时候，我们进去的有一个同学，他就离开了，生病离开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生病离开了。但后面的那些同学怎么样，我就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也不敢跟他们联络。我怕啊！真的，现在没有那么可怕的啦。现在他旁边还有咖啡厅啊，其实是啊，人气旺一点，对对对对。其实嘉义吼，我对嘉义印象有好有坏啦。哦，好的当然是你今麦是嘉义的竞赛哦，你敢讲？你敢讲坏？嘉义都得坏。有好有坏，好的是穿的穿的好不？穿的水波水波灯嘛，系啊。阿爸是啥物？因为迄阵我嘉义是严格讲是私生恋。私生恋是，我要听会私生恋啦，没有听过，直接私生了啦。私不是先去单位，那个私是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私生恋啦。哎呀，没吹老师，一有唱歌。伊家你学唱歌，唔是对我是去佚佗的，我迄个老师叫我讲啊，老师叫你去佚佗，老师叫演几根刀架，啊你算助教啦，助教啦，助教，助教，助教，啊个发声练习，我刚才胡就啊，发声练习，然后你就发生关系啊，哇，
叫人教人安怎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迄阵就是共歌唱班。啊，伊咧学唱歌，啊，就是迄、那个啊，上过伊咧唱歌，我就感觉，哎、欸，这赵云那唱歌袂歹听，啊，人嘛生了袂啥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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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写字条可以，我写字条哦，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，你唱歌好好听，啊，阿姨嘛有回我，啊，就约去写牙齿啊。啊，如果讲歹，印象嘛就发生伫牙齿啊。哦，想哪讲？伊迄阵迄个路口一个摆摊的。哦，反正白牙穿迄个罗雷哦，哦，劳力士，劳力士手表，手表，哎、哦，我想就去看卖，你从啥物？伊一个圆盘哦，往社会表诶，这张就是一条到50号，啊，另外迄张就是50号到100号，嗯，啊，我想去看卖，你讲伊讲，来，少年来来，这个10块，这个10块，那很便宜呀、啊，俗啊，两张号码你拣一张，我得甲洗了哦，啊，你甲剁了，那号码有剁掉，就是二分之一嘛，哦，剁掉。10块行李，努力你拣一点。啊，对啊，十块。这大人跟他拼了。在拼啊，稳赚的啊。二分之一对吧？哎、欸，剁了，哇，真正衰死。无剁不掉吧？嘿，剁不掉啊，像哇，剁不掉。伊讲不要紧，少年的来，你搞有缘，好，你个缘投，搞搞有缘。啊，来，我讲一句啦。哈，无，我伊无讲一句啦。好啦，赶快意思啊，伊就是为着要留，伊就是为着要甲他留来吧，一边一百。你若感觉剁掉一百行李，掏出来10块够行李，落来落来，赶快捡起来！哎呦，一定爱拼落来啊！真的真的，今年365天，今年上好康。是啊，剁大台一个剁了，啊，蛮是足水，一个无掉，啊无掉，就平啊了了懵懵的。掉啊，少年的，你今可能运气较歹啊，但是真正我就愈看愈介意你。你太清楚，今仔日落来绝对要给你啦，你用。过来，啊，但是这个500。500剁了六条，500行李，他100行李，10块行李，努力搁摕一条去。那就是跟他拼了。想袂到那个照片，总会有压到的意思，对吗？你也该拼嘛，我一定该拼。他报名嘛，该拼对吗？哦，500过来1000到2000拢剁不掉了，剁完辛苦钱剁掉了。那你真的是很衰的人呢。无啦，迄一定有啥物啊？那下面应该是啥物器官的啦？还无可能你剁掉啦。是。系啊，啊，迄个结果牙齿啊，入去心情就歹了，啊，钱辛苦钱。得打你啊！就是你输啊，这得打你啊，得打你啊。3-4千吧，3-4千块。哎，20多年前呢？对呀，薪水这呢？我已经一个月才10000块薪水。天哪！啊，嘛无心情去坐啦，啊，无心情。坐两大钟也无卖啦，卖坐了，今仔无心情。是拢开了，出来去打无去咯。好快哦，说的好快。看你一个今仔的爸，嗯，而且他怕抓包，对啊，收足紧诶。惊我想袂去，想袂去报警。对对对。所以这大家出门爱说，所以无啦，你也袂讲你搞借钱的代志啦。过借钱。你输了了以后，你要等去落岗。我要等去落岗啊！迄阵，我输了了啊。开车佮加公车差不多爱300块吧，我讲要不借500。我打实在呢，骑奥托麦，打实在，打实在，我借500敢无？我输，我就输3-4千了。你看都无啥新的钱啦。结果伊外迄度呢，伊桥底载我去提款机吼，领差不多7-8台，领无。有啥物啊？好严。不是，伊讲迄个几台拢，干来当领1000，无领100。谁敢借你1000？对不对？我要去领百元钞啊！对啊，先借你600，你搞起码袂行，你都讲。跟你又不走，你到现在你也没有还呢、啊。以前的600到现在至少60万了吧？所以要还啊。所以讲诶，一直怀疑我这是诈骗集团，伊嘛不敢笑。真的，对不对？那个4000，说不定你是输给自己的。对啊，是不是整个事情很诡异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诡异。我一定要找到一台有那个百元钞的啊。找很久哎。伊讲伊辛苦剩伊靠做剩500-600块，所以1000块伊无多领啦。啊。其实我来对这侪钱啦。歪借，歪借我了。我倒了，阿妹到最后伊嘛是人家人财两失啊。什么两失？人财两失，两失。一钱啊借你啊，阿拉嘛给赚了，等了我啊。上代诈骗集团是伊，我今麦我辛苦我的钱我唔知，我应该是借下你，我两个人。